吓死了。我们再提醒一下，第一要注意安全，你们要抱好这个助听。当然，这都不用你提醒。第二就是开始吹哨之后，脚就不能落地了。你要通过控制重心来控制跷脚板的起降。那我就得这样，特别往前。你还下不去吗？啊啊啊啊！你得往后。强强压不下去，我都这么往前了都下不去，做到最后，然后我往后，哎，脚落地了，但我这没法不落地啊。那不行，那你这我们很难判断你这个用没用力。你不行你就盘腿坐在上面，盘腿坐在上面，你就这样的。你可以蹲在上面，你可以翘着二郎腿坐，或者你倒立，你在上面倒立也行。你们是不是好久没录了？话这么密呢？最近。第一组，晨哥和晨晨计时开始。哎哎，脚脚。哎，好。脚脚脚脚，哎。哇，他们好厉害啊，好快，尝尝你是以不变应万变是吧？哦，就陈哥一个人动。你就是个配重呗。尝尝就没有动过，只有陈哥在动。这锻炼体能的，这锻炼的只有一个人啊，没事。晨晨，你还在吗？你现在像个考拉一样。好累啊！晨哥汗流浃背的。反正就是累的只有晨哥一个人。还没到十五个吗？九个。你得往后，我往前你就下去了。小心小心，晨哥，你还得爬回来呢。哎，小心啊！这方啊，你也是，你爬啊，我就一个动作，你来回爬，我给你找一个那个什么平衡棍，你就这样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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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咔，是不是走钢丝那个？你零脚，他啪啪。这个行，他这样，你看，哦，他这样往后移，对你背对着，这个很棒哎。哇，特别好，好累啊！你动了吗？第一组晨哥晨晨用时1分28秒，接下来第二组，我们要挑战28秒。姐，你先上吧。位置准备好了，这实用我这个方法。嘿，你先换一遍吧。哎，妈妈妈呀！你别忘了，旁边还有一个人呢。妈妈妈呀！第二组，张真源、蔡文静挑战。不是，我的体重这么轻吗？现在，今儿你得过去，这老早，快！啊啊啊啊啊！哎呀，好了。对。你知道。好了。哎，快快快！哎，快快快！哎，快起来。我就像张嘉元这样躺着，你能不能压住我？我当然。
劲儿了。姐，您得往后一点。我头虚了，我要麻。我发现借了一个蹦的劲儿。快！嘿，走。哎，他们找到窍门了。哎，来，哎呦，嘿，来，核心动，哇，好快啊！第二组挑战的成绩是1分19秒。我们前面稍微没找到规律，对，后面找到了，非常 nice 啊。第三组，沙溢白鹿，得在中间，不能老在两头，那样会很累。对，越中间越好。对，就是我就保持一个位置，是吧？往后一躺。是的，是的。找着规律了。来，不对，你就坐这儿啊。好了，我们好了。哎，不是，得试一下。行吧，这不是说咱都商量好了吗？露露一个人都压不起你，你这感觉我好多沉似的，你这。你让我去上，我上一上也不容易。再往后，再往后。老沙，你得往前。对，你还得往前，对，好。我都坐这儿了。那我下不去了，我这么轻，这组咋弄啊？这组啊？哎。哎，你再往后，好。你再往前，你再往前，好，你再往后，好，你再往前，哎，你再往后，好，你再往前，你再往前，我没力气，来呀！第三组，沙溢白鹿挑战。还挺快的，哇，好快啊！走，哇，来，这儿虽然快，但是好丑陋啊！不美观，走。来，快点，输了，什么？计时的，输了。继续啊，快，快，上去。你快去，别着急，没躺好，刚才走。哎，白鹿坐呀，再起来一下，再起，这咋整呀？哎，还剩几个了？目前是7个，还剩8个。还有8个呢。这算吧，给加一个，加。算一个。算一个，这都。
是怎么弹性这么好呢？到我们这儿，走。走。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渐入佳境。三个了，最后。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，不是，不是，起不来的。对，就。给他往下点，让他上。这么累吗？挺累的，真的。对，真的挺累的。走。还干这事儿啊？刀在保护你来着。走。还有两个，最后一个，加油！可以。是怎么回事？我还告诉你说总结出来了，总结。孟子义，我们怎么办？你就是你动，我就趴那块不动不就得了？好了，你动吧。咱开始，来开始吧。孟子义，你这什么战术？跟范丞丞一样吗？其实我感觉你们俩应该还挺好弄的吧。第四组，孟子义周深挑战。哎呀！哎呦！好嘞！得再起来一下。在我这发气球。好嘞。拼了，这个玩出蝶七的感觉了。Tom Cruise 周，哎呦，安全！哇塞，好猛啊！周深，这只是特别技而已。快上来，快上，快上！哎呀哈！哎呀，真灵活的。跳不动了，周深，你可以直接下班了。我觉得录完这趴你也差不多了。这样真的很累。气球。跳不动了，好累。啊！我到了，我到了。好了，你往前。啊！啊！好累，不要掉下去！哎呀妈呀！哎呀，快下，你可以的。啊！那边。嘿。啊！嗨！加油！还有四个了。怎么？这么多，下去。有一个，加油加油，注意点。啊，再往那边，那边还有一个。孟子义，不要放弃！叫你别放弃，不是叫你快落地。子义好聪明，他下来又是周深了。周深，周深加油！
再见，再见。好累哦，你慢点。真哥还能这样滚吗？这个好累。我能从哪组里选？周深、孟子义，总用时3分20秒。我们这么努力，我们俩这么努力，这么努力，那么长得好，谁不努力似的？目前排名第一的是张真源、蔡文静组，排名第二的是李晨和范丞丞组。接下来凯哥就可以在后面两名，也就是孟子义、周深、白鹿和沙哥中间选一名作为你的搭档。这样，你们四个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。哇！吓死我了！石头剪刀布，剪刀布。啊！我也要。又剩咱俩。妈呀！又剩咱俩了。石头剪刀布。OK， 第五组，凯哥和白鹿搭档。咱俩先找个平衡，或者你再往后就我挪，就你挪啊，我这么挪，来吧，郑凯、白鹿计时，哎呦，你看人家这速度怎么这么快呢？没准还超过了张真源呢。好厉害啊！为什么露露跟凯哥在一起的时候明显努力多了？你看，哇，凯哥好厉害！我也想跟凯哥再来一次。我也想跟凯哥再来一次。喝酒，喝酒，喝酒是什么？喝酒就是喝酒，喝酒。起来了，已经。猎豹附身了，猎豹。有超过一分钟吗？应该没有吧。郑凯、白鹿用时58秒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？你白鹿现在是这样，一次是最后。一次是第一，我采访一下，你说你跟郑凯这次得不得益于跟我之前有一次演练？不是，你让我证明了不是我的问题。